油棚镇还有三天就要开业了，三天时间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。总觉得那年外头哈还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，我们尽量哈三十多个员工，用我们最大的努力和热情，让这儿年变得更美。到时候大家来品尝我们油棚镇的火锅，吃我们的全牛宴，吃我们的炒菜，吃我们的蒸菜的时候，不但品味到我们的味道，还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环境和热情。我在双流棚镇油棚镇等你吃全牛宴。